什么妹夫啊？早晚的事儿。嬷嬷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全爷爷，寿礼我已经备下，在来的路上了。我就带嬷嬷先走了。怎么回事？妈，你说我论身材论相貌我哪比童墨差了？那他为什么喜欢童墨啊？还能是因为什么？肯定是那个小贱蹄子使烂招勾搭男人呗，跟他那个妈一个样，天生就会狐媚功夫，就会勾搭男人。玉飞，这欧天琴本来就是你的，你跟欧天琴两人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的，再加上童小曼那么喜欢你，早就认准你是他的儿媳妇了。这欧天琴你一定得抢过来。说的倒是轻巧，我怎么抢过来？傻孩子，你凭啥不能啊？那欧天琴不过就是觉得童墨一时新鲜，时间久了自然就腻了，吃惯了山珍海味就觉得野菜也好吃，是一个道理。童小曼这边你先不动声色，先这样一段时间，咱们慢慢再商量。这欧天琴一定是你的。他一定是我的，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，我为了配得上他